大家好，我是洪教授。现在快过年了，洪教授今天呢就要去买刮刮乐。那么我们有看过老高的影片都知道呢，买刮刮乐中奖有一些诀窍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测到底有没有效呢？其中一个呢，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早上去买，好不好？现在早上起来刚吃完早餐，最适合去买刮刮乐。另外一个诀窍呢很重要，就要从你的住的地方的西边去。OK， 那我们的西边呢，大概就在这个方向，大概就在城隍庙那附近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前往城隍庙，从那彩券行去买。OK， 我们走。OK， 我们人来到城隍庙旁边呢，我们也已经拜拜完了。OK， 那发财金呢，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来买刮刮乐。OK， 那么下一个小诀窍呢，就是要用你的。用你的命运数字去买啊，就用你的出生年月日的数字相加，就会得到一个个位数，我们就买那个数字。那刚好呢，我的数字是一，那我女朋友的数字是四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会往一跟四这两个号码去买，尤其是呢，今天又是1月14号，好不好？种种的巧合呢，都显示着今天的2000万就是我的。OK， 我们马上去买刮刮乐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前往。的彩券行呢，要找微笑的店员去买哦，所以我会默默的观察他是不是有在对我笑。OK， 我们呢已经买好了刮刮乐，回到了家中。现在时间14:14，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良辰吉时开始刮我们的刮刮乐。我们先把它摆出来。我们呢已经把刮刮乐全部都排出来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总共针对了4号跟14号来买，我们总共买了14张，你看4444444444，哦，总共14张，尽量往14上面去靠近它。那么右边这6张呢？这6张呢，是我们真正在那个彩券行看到一个微笑的老板娘，哦，一个小姐姐，我们买了6张。这个我们来最后刮，看看到底有没有效。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先来刮我们旁边这8张，现在马上来刮我们的第一张，先来刮一个14号。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个刮到2000万之后要做什么？这次的大二奖呢，还会有200万，加上我们的宾士车。如果刮到了宾士车呢，我下周就开着宾士去上班。啊，那如果刮到2000万呢，我下周就不去上班。啊，那就看这次啦。好不好？我们这次呢，总共刮了28000，我们不求回本，就求中大奖，好不好？第一张，0元，谢谢大家。OK， 那我相信呢，喜欢玩刮刮的朋友呢，一定会跟我一样会刮很多很多张。那么桌上呢，你就会出现很多这种灰。那么洪教授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方式呢，就是可以不用呢出现这么多的垃圾在家中哦，我们只需要呢来把这个左上方的这个条码给刮开，啊，把这个条码给刮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去下载这个台湾彩券的 APP， 啊，打开。他们这边呢，就有一个兑奖可以扫 QR code 的地方。那我们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直接来扫这个条码，来看好喽。宾士车要来喽，各位观众，未中奖，没有错，那你也可以很快速的就知道你没有中奖，就不用浪费时间把它给刮开了。OK， 这样就先不要了，我们马上来刮下一张。第二张呢，我们一样来用这个方式。哦，这一定要让它出现有中奖的情况。好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各位观众，我就不相信未中奖！哇塞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不可能吧？哇，刚刚刮了14张都这样啊！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刚刚什么都没有啊！我马上再来刮一次。来，我们一样呢，先刮出我们的条码，非常的快速。来，各位观众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恭喜中奖1000元！啊，这个我说过，我不要这种小奖啊！哈，这个你先不要管它。好，我们就继续来这个光速的摸。不刮2000万不停手，3张0元你敢信？我们马上再来扫一张，来，看清楚了，各位观众，太暗了，各位观未中奖。让我冷静一下，先让我沉淀一下。来，先看，
OK， 经过刚刚的沉淀之后呢，我发现不能够用这种扫条码的方式，这样子呢是非常不尊重这个刮刮乐之神的。我现在呢，马上用手动的方式再为大家刮一张。好，出来吧。这一张呢还是零元，剩下六张可以拿去退钱吗？我不想玩了，不玩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好，我知道问题了，铜板的问题。我马上的为大家重新换一块铜板，再来玩一次。OK， 那么截至到刚刚呢，我们总共刮了八张，好吧，八张只中了两张，一张2000的跟一张1000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接下来就要把剩下的六张给处理掉。我快速把它处理掉，我已经失去耐心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马上来刮。OK， 我们已经统计完的结果了。你现在各位观众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教授现在笑不出来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总共刮了14张，好不好？14张中奖了，只有6张，所以呢，它的中奖几率呢，又是03嘛，所以中奖率几率只有43%。OK， 那么金额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天总共花了28000，好，我们今天只回血了8000，28000中8000。总共只回了29%，那么在这里跟各位新竹地区的朋友呢，城隍庙附近的彩券行赶快去买，好不好？洪教授已经把没中的都买完了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洪教授要继续好好工作了。那个新的一年，希望我的工作可以蒸蒸日上。